你就进去拉出来，什么鬼？拉太慢了吧，帮他通一下。好哦。完了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全都丢到这样。按哪一个键可以原地攻击啊？你们知道吗？Ctrl F，F 吗？F 我强制攻击是 Ctrl F 啊。对。嗯。我要回去找你们。哇，其实牦牛的。哦，在这里哦，好远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！你来试看看吧，不要，我做一只铲子来给你试看看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啊，回力镖！这是干嘛？不会被回力镖自己砸到？啊，要对，要空白键，他回来的时候马上接住。你要按准哦！嘿，他刚刚一呆了，一呆一呆。哎，我找到龙吟了啦！为什么我找到龙吟呢？很好找。你要把他带走吗？哎，他会飞回去哦，他会直接在我们面前飞走。把龙吟打包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！你不是有那个包裹？我没有。啊，没做。嗯。帮我看看，什么都抱回家、啊。狗狗不要，狗不要。狗狗不要。可疑的土堆。打他。啊？你看，猫咪。你啊，你看我，帅。丑，好丑，你就很帅。OK， 帅帅帅，很帅。在一个帅的面前说自己帅，呵呵呵，谁比较帅呢？观众一定都说我的啊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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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狗，野狗，你要追多远了、啊？都跑这么远了、啊，你还在追？欸，我有冰块、欸，哇，这里好多蜘蛛，可以做冰箱啊！冰块做冰箱？啊，不用，冰箱不用冰块、啊，我有要、欸。不用。哦，那冰块能干嘛？可以拿来吃。可以做食物吧？好好做食物。好的。那我把它吃掉。我没有乱说，是真的可以拿来吃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把它吃掉、啊。你吃掉。看到一个好像臭鼬的东西哦。那是浣熊。那浣熊。它的浣熊的尾巴也太细了吧。狸猫还是浣熊忘了。狸猫。反正你下一个秋天就看得到它大致的样子。你说尾巴吗？哦，肉团。啊，肉团。没有，他说可以做肉团用。去砍树好了。你要木头给你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不知道干嘛，我砍树而已。是 dump support 的什么东西、啊？可以去多采一些肉回来。战斗。不新鲜的失败料理。查看空心的树。做那个树坏掉了吗？哦，它的尾巴好可爱哦。嗯、那个树不要乱，不要乱。他在玩树哎、欸，那个浣熊会攻击人吗？嗯，不会，不会，他只会去追小动物。你杀了他的话，杀九次他的窝就坏掉了。所以他是卖萌用的吗？差不多啊。好可爱哦、喔！蛛网你好可爱哦、喔！蛛网好可爱，你把人家搬过来这边嘛，搬树给家啦。啊？给我石头、哦天啊，箱子里啊，哦，还是你不是要这种的？我没有看到啊，结果，嗯、啊，这里的箱子没有吗？你要借过，这不是麦块，只是一个开哦。哦，这不是麦块哦，不是，我要圆的。哦，那还有，那还是有这边，
我放箱子了。金丝羽毛。要打哈欠了，谁？我会传染。金丝羽毛。要去休息了，晚安。哎，我锅子随便放，你再用打包包起来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滚风草收起来啦！收起来啊！走开啦，狗狗，你走开！来嘛，来玩嘛！车奶蛮，为什么叫我走开嘞？真的是哦，害我被咬了一下。一言不合就把它包起来呢。什么都要把人家包起来。哎呀，哎，我这看到好大的蜂窝。嗯，你可以打它、啊。包起来，你可以把它包回来啊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包。巨大蜂窝、欸，哎。哎，有没有会无聊啊？怎样？我很无聊啊。你要把它包起来啊。那个这里可以钓鱼了。你也太无聊了吧？哎，青蛙会跑出来啊。青蛙会怎样吗？青蛙会咬人啊！那打他！啊、我放哪边？放旁边钓了。要钓鱼可以旁边钓了。好，池塘带回来了。那巨大蜂窝带回来会怎么样啊？就打、啊，你不要打他就好了。哦，嗯，我以为要打他。可以采蜂蜜吗？可以直接采吗？还是一定要打掉？操，好像要打掉才行吧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采过那个。唐唐，你不要再过去了、哦，再过去怎么了？树精哦，啊，有树精哦，哪里？所以是刚刚我听到怪声音，就是有树精。你是想把它包起来，是不是？那个打网好用哎，是这一个啊，这一个，这一只，这一只，这一只，哪里？包起来。那就等东王出来吧。哪里想打包？我先放上面一点啊。行，可惜虫洞不能带走。你不先养蜂吗？养蜂没差、啊。我回来了，我带了很多的线回来。线、哦，我现在知道原来是左上角有的东西可以打开。哦、不对，是草，可以做成线的草。啊！帆布背包，有100多条线，嗯、我不对，100多个草。哦。哎、欸，那我还要捡到齿轮哎。哎呦。哦。有冰箱了。冰箱要一个，好，我来做。还有电线，还有，哎、欸這個，电线你就直接跟猪王换东西啦。对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怪物肉，还有黄金，还有普通的石头。真的，你能不能大便啊？真的是纳拉奇啊！有大便，有。好，我要，嗯。然后双果、哎，这个太挡路了，带走。还有羽毛，那个可以敲掉，那个可以敲掉了。敲掉。等一下，那个初阶的怎么被拆掉了？初阶的没有用。旁边这个，就开高阶的就好了。初阶的没有用。为什么旁边生了一只猪了？好，木头给你们。那我要出去逛了，耶！又可以出去逛了，身上又空了。耶！我做火了。踩一大堆。我做火把了。啊！这个是不是会生？哦，这火把而已哦。啊，你那个火把跟我的不一样哎、欸。我看到了。嗯，我说的那个是路灯，不是火把。这里去过。啊，想敲门机嘞，还有没有大便？大便。好像没了哈。大便。你哎、吃的不要丢地上。猪人会去吃它。哇。放冰箱，吃的放地上。很慢。啊，还。你开大地图。嗯。然后右下角。好，我等一下有箱子，为什么丢地板？对，右下角那边有一个草原的地形。好，我等一下去干草地形那边就有牦牛。我要去狂拿大便。不用啊，你打怪物喽，去喂那个啊。猪。对，喂四个，然后再给它吃东西，它就会拉屎了。好像也是。哦，这边还没探，好，我要去那边玩。我要去探索全地图。
哦，好，哎、欸，树精来了啦，上面。啊，不用怕啦，带走就好了。他不会打，他不会打。啊、对，我要研究带走的科技。等下，不是可以在这上做了吗？直接做啊。直接做哪一个啊？生存绳子那个，然后滚到最下面。哦，打包箱。可是我要先学会绑绳子啊。哦。你还不会绑鞋带啊？不会呀、啊，娜娜岂不会呀、啊？娜娜岂不会？树人会打青蛙吗？来，树人去打青蛙。不会，不打青蛙。右下角好远哦。哎，草呢？我刚刚草呢？箱子，都不要放地板，箱子。我没看到啊。草被谁拿了？我拿走了，拍谁？哎呀，我这垃圾全部捡一捡吼。哎呀，实在是吼。哎呀，杰克、哦。哎呀。哦，杰克哦，哎呀，我跳虫洞了，杰克嘞，因为太想他了吧？啥？哎呀，火鸡跑出来，叮哈，女士洋装我才不要，穿，不要，穿，好，出去逛了，冲啊！这个敲掉好了，敲掉好了。为什么有金色羽毛？这是什么呀？金丝羽毛？那个是那个金丝雀的。我刚刚找那个风滚草找到的。哦。哎呦，大便怎么这么远啊？你要带铲子。啊，带铲子？为什么？你刚刚没有听，我刚没听到，我刚真的没听到，就叫你拿铲子去，你就，哈哈，哦好，我做一个，没有了，不用了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请重播 BC 啊，好，用手拿就好了，不用拿。这是你刚刚一挖就好了吧？爽！哎呦呀，好多便便！你好开心哦！快点生啊！生便便啊！排吧！便便我是讲生便便。被堵住的洞口可以那个吗？为什么是跳虫洞？我要降理智啊！我要打理智怪啊！堵住的洞口会生很多法师。哦，真的吗？不要，我先不要弄它。哦，我刚刚差点要拿镐子把它挖开。远一点的可以啊，离家里太近的不要。哦，这一根柱是什么？好大一根，火堆吗？有一个人脸的柱子，然后上面、哦那個、哇，那不就是火吗？是啦，不是啦，那个是。我第一次看到树人诶、欸，离他太会近会怎么样啊？打你，被打。你只要不挖树，他不会打你吧？哦，你知道，可是你知道他在我们家吗？会降离子，会降离子。对啊，就是他在我们家。会降离子。哦。啊！有东西，有武器，有武器，请客，不要打我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机械声真的是很好笑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欸、你等级到三了，哎、欸，不要打，那是我的。我不小心按到了啊！我刚好在弄东西啊！打起来了。跳虫洞，在我旁边，虫洞这边。哎、欸，这前面是谁啊？为什么又遇到你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动啊！对，啊、你不行，你的狗狗不能打包，想包啊！哦、所以虫洞跳过来就是这里啊、哦？对啊，我刚刚是跳虫洞过去的啊。哦，我刚刚用走的、欸。哇，你好、辛苦、我在跳虫洞了。哎、欸，那草谁种？好，种歪了吗？你可以歪吧？有歪，很歪。那你自己挑。好，我自己挑。自己挑，打包兔子洞干嘛？带回家？可以。啊、你这打包是怎么用的？啊？打包怎么用？就太黑了吧，妈！要不要给你一个？给你一个这个。啊？自己拿去用。它怎么用啊？拿起来点东西。拿起来点东西。
左键还右键啊？你要理智怪嘞，我的理智怪哦。嘿，然后我自己来种。查理，你还是帮我种。为什么把它打开、啊？你再种回去地板。它是丢弃哦。对，左键。哎、欸，右键的右键，你这个 A 都挡住啊！算了，我丢旁边。A 都，有个种植吧。哎、欸，就被捡走了。右键走了，你要种植种地板就可以用了。所以是右键。就出来，然后包放在包包里面。哦，好用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的火把，我的火把在哪里？八刀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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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刀幺。去吃一个！哇，你饿了！就点个火，柴手手，点个火。好了，啊，这个不要烧，啊，烧起来算了。打完，打完，吃个，吃，好，吃饱了，看火烧，看火山。看火山，看火山，燒起来！剪完便便直接吃东西，哇！你不洗手，哇！没洗手，对啊，没洗手。